睇到呢个标题，真系以为成间大学都好鬼唔想你嗰张做校委会主席咯。诶，之但系世事嘅嘢，真系要睇真啲，转得深入啲嘅。嗱嗱嗱，擘大你哋对眼睇下啦。原来投咗票嘅教员有148个，其他教职员呢有334个，即系夹埋482人。哇哇哇，占全间大学整体教职员只系得 4.4% 咋？哇，仲以为好坚添。嚟嚟嚟，早排系咁话自己有个调查，有152个港大教职员投票已经好鬼有代表性嘅张星伟，今次就冇话400几人投票好劲，反而就居然赖地硬喎。唔知其实投票率咁低，投票率咁低嘅原因，以前我哋工会就可以 send 一个电邮俾所有嘅教师好，工作员好，但系呢喺11月佢改变咗，就我哋唔可以咁做。我曾经去洗脑嘅，即系叫人哋去投票，但系发觉好多人咧，佢系唔知呢件事。屈啦！好心你就唔好揾嘢嚟赖啦！依家得嗰400几人投票，加埋啲研究生都只系700几人，1000人都唔够。哎呀，说穿了，咪真系根本唔系真系咁多教师嘅教职员啦，对呢个港大校委会主席人选有 very very 强烈嘅立场咯。当然，可能你好想大家以为港大上上下下都好鬼紧张呢件事，但唔好意思咯，数字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啦。仲有啊，张主席一时就话152人好鬼有代表性，一时又话400几人投票率低，真系龙门任你搬咯。正中今天的你打倒昨日的你啊！张生，与其花咁多心思去吹谷自己个冇代表性嘅公投，倒不如谂下点样先至真正为港大好啦。